希望能够帮大家祈求好的姻缘。对，没错。那当然大家应该也猜到，所以我们今天的奖品就是我们手做的姻缘饼。耶、yeah! ！超好的吧？绝对可以吃，绝对可以吃，真的。应该会比粽子好吃，我个人觉得应该会比粽子好吃。没错，而且吃了帮你就是有好的姻缘，有我们加持，接下来一定会有好的姻缘。那要怎么获得呢？只要今天的榜前三呢，可以获得指定成员，你可以指定两个成员，两个成员的手做姻缘饼，今天的榜前三。那榜前三的截止时间是8:55。那抽奖的话呢，今天不一样啊，因为今天是七夕，我们秉持着一个就是希望有大家都可以人人有对大放送。我们今天要抽出14个幸运儿，14个，好多，有14个粉丝可以获得我们的手作姻缘饼。那要怎么获得呢？只要送出指定礼物“偷偷喜欢你”，很符合的七夕主题的“偷偷喜欢你”的礼物，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时间是8:50。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哦 ，OK。那抽奖等下会随时开始，大家关注一下旁边的那个标志哈。好，那今天讲到今天是8月18号、嗯，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一个人的生日。
都喜欢你，我们会送抽出十四位幸运粉丝，截止时间是8:50，然后另外榜前三的截止时间是8:55，榜前三可以指定两位成员做的手作应援礼，然后抽奖的话就是不能指定，是我们随机送出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今天的救世主老师，救世主。手温比较高的，哦，对，所以我就，那叫面包手，对，我就饼皮，
小花花。玫瑰花，玫瑰很适合你。紫娟什么？紫娟什么？紫娟没有看出来。不是不是。叫什么？对，快。起来，然后压。好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一个。
到了吗？有啊。有，已经吃到了。当然。真的。那21岁有什么新的展望吗？新的展望。医生，关于21岁，有没有很难过？什么难过？我怎么难过？因为我21岁还蛮难过。为什么？我就想说我21岁。因为变老了。对啊，变老了。那你现在每次都很难过？所以就渐渐没有感觉。哦。但是25到26又是另外一回事，就更难过，就再一次的难过。对，再一次。然后到30就再难过。再难过。我现在无法体会我的心情。对。你看子萱才几岁？16岁。对啊，16岁。快了啦。不会，还要很久。OK， 没关系，我们来一起。哎，可是过20岁之后，我会一直以为我还是20岁。你会一直就是别人以为还是20岁，只看第一个数字，号称20。好 ，OK， 我们这样进度会不会有点太慢了？要加快。有一点，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今天还要除了做英文笔，我还帮大家准备了一个可以做一个很梦幻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叫做幸福水果塔，所以大家动作要快一点。好，我们才可以做到幸福水果塔，不然时间不够。等一下，我没办法。这时候感觉很适合讲什么咒语。好，那你讲一下。哔哔哔吧，哔哔布。什么团团圆圆，什么团团。这是什么台式咒语？不觉得太难。谁又完成了？快完成第二个了吗？子萱，我是子萱，子萱是自由生。没错，自由生。对，很屌。还要做幸福水波塔。对 ，OK， 好，我要来喽，要来了，1、2、3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开心，蛮成功的，我要把它放进去了。我想要换个膜。可以啊，你可以换个位置，我要等我一下，先把盖好，压稳，好来。这个怎么？3，我到什么？2、1，完蛋了，我觉得他跑掉了。子萱跑掉了吗？我期待，我喜欢，我最想看这种场面。喜欢看跑掉了。哎，我要看。跑掉了吗？我看到大失败，跑掉跑掉，超失败，大失败了，都他骑不出，他有个花边呢，还好啦。
啊。好，就是他了。嘿，手短。哎，好像蛮好看的。好吧，那就用它。继续，最后一个。我是用花纹分辨我的那个东西吗？对，是什么口味？啊，哦。拿到小刺花的就是乌龙沙，我要看还有什么。你也想要换那个？对。好，不要再压了哟。子萱要压了，子萱要继续教这个，我要继续教这个，子萱好。好，子萱感觉还不错、哦。应该是可以吧？有。你现在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。5分钟。
后不想要音乐的冰谢谢老师，老师我们也要做的跟你这样子一样。如果没办法就尽力。我们会尽力，我们会尽力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手做的经验，老师。没错没错。好，那你们聊天一下，聊天一下，一起动手。Hello， 做成那样吗？对，我觉得他可能我们做出来不会长那样。我们能做成这样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好好，相信自己。要不要看一下？不管怎样，大家有一份先喽。说老师的要送什么？没有，没有老师这个选项吧？虽然我也蛮想要老师。老师做的很好。耶、yeah ！小慧紧张了，对，小慧超紧张。想要姻缘饼，渐渐想要姻缘。想要姻缘饼，要怎么获得姻缘饼呢？要送大声说爱你。Thank you.
真的紫萱座，喜欢吗？可是老师的有那个有亮晶珠珠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点快点，点缀一下，点缀一下，点缀一下，金珠珠，他们好开心，好期待，我们来加油加油！耶！这个对战奇异果部分还没好 ，no。抽奖，抽错就是。
了也会变这样。OK。好像也没有，对呀、啊，真的很有道理，就这样子随随便摆摆。哇，这应该很营养，因为奇异果很营养。对，对啊，我觉得水果看起来是好吃的。对啊，金色珠珠是什么？金色珠珠是它是可以吃的装饰品，哦是糖，哦是糖果。对，有没有吃过嘛？硬硬的糖没有，我不是手工饼干吃。嗯，没有啊，不是手工饼干吃，小时候会吃。这个感觉就很好吃，好期待哦！想吃，开吃。OK， 但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送出的是姻缘饼哦。OK， 来，一人吃一个，我想的。那我们要水果大干杯，我们要干杯。哎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我吃最小。干杯。这个很像看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！重新吃大一点，重新吃整完整，吃大一点。等一下，干杯。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下。我要立马拿了钱。一二三，干杯。开始了。不会。重拍，我们等一下看日本。对，因为重拍好，我们等一下会看日本，大家不要紧张。
没事，救他了，救他了。吓死我！等一下，这颗超好吃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哎！大家有没有觉得看到成品，感觉就放下一颗心了？是不是的，加油！漂亮哎！对，而且很香。我们再一分钟。前三名，第三名恭喜林国。
宣的，真的很少女，哎呦，很幸福，对不对？有人说雨林都是节日的成员，对，上次来是什么？我是母亲节，哎，有点忘记。